我哋今日学习呢个绳结嘅名字叫做 carry band。我有两条绳，将右手边嘅绳嘅绳尾就喺个绳上下边，再将左手嘅绳就放喺右手嘅绳嘅下边，再喺个绳上面上翻嚟，再经过右手边嘅绳嘅下边。上翻嚟，入翻个圈嗰度，喺自己本身条绳嗰度个底上翻嚟，再将两条绳收紧，两条绳收紧，我呢个圈收紧咗，咁我哋掹行佢，呢个绳结就完成啦。多谢各位收睇，下次再见。